换，做一个置换跟交换，把翻修好的跟车上的快速的一个做一个交换，交换下来的东西再送到工厂去修。别的国家的地铁，它可能需要一个月40天或50天才能做完一部大修，而台北捷运公司，它可以在22天到24天就完成一列车的大修，基本上它有快速的运转，周转件它去做一个周转，哦，它就是把翻修好的直接上车就开始做安装的动作，拆下来的，它送到工厂去二线工厂做翻修，哦，那这是我们，因为我们的车子跟旅客基本上是比较。